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讲阿根廷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史纪念章。这章是在今年2023年5月23日，为了纪念阿根廷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史而发行的，面值为2000比索的纪念章，尺寸为155×65毫米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票面设计，正面是卫生部长拉蒙·卡里略与阿根廷第一位医生塞西利亚·格里尔森，然后背景是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，卡洛斯·马尔夫兰研究所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。背面是阿根廷国徽。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微生物研究所的门面，这张纪念册这个部分啊，这个绿色挺漂亮，我挺喜欢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